环节的，还有主干环节的。对，其实我觉得，你先介绍一下。好。我是叶国基，现在担任世界台湾同乡会的会长。那么这一次在高雄所发生的这种气爆的事件，我想基本上是一种属于中央政府忽略人民安全的一个事件。那么最不幸的就是说当地的居民，他们在饱受这种这个人命跟家园被破坏的。这种惨状，那么在海外的台侨，在第一时间就非常关心这个事情。那么今天我们所发起的这个募爱心回台湾这个事情，我想是一个象征性的，更大于实质性的，因为我想我们的募款跟台湾的募款是比起来是微不足道，但是这代表我们海外台侨的一种对国家的一种心系关怀跟向心力的表现，谢谢。台湾跟本土联系多不多？非常密切啊，尤其现在是网络时代嘛，哈。那么我们这边的人民团体跟台湾的一些社团，甚至于高雄政府社会局都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联系的。除了网络方面，有些什么具体的文化比较什么？你是说，除了网络的，通过网络会得到很多台湾的信息，还是联系实体的，比如说互访啊，那种文化交流多不多？这种交流是，你说文化交流是不多，但是平常有一些属于单一事件的事情经常是保持联系，比如说像属于社会性的啦，像国家安全的议题的啦，像社区安全的问题。我们在网络上跟台湾的社团或是说政府单位也保持联系。来。